没关系 ，AP 的也可以出 AD 的。马来了，这回是真的骑马的啊，真的骑马。这大马，哎呦我。木马打野呀，干哈呢这？别在那看马了，一级学个 Q 啊！我炸！我 A 再 A 我扎 Q 技能就是个黄人的扎，我扎马来啦 A。杀死了吧，我马呢，马儿，马儿快快来上马，你倒补车呀老妹儿，杀，我要上了啊，好，嘿，一技能是什么来着？一技能是链儿啊，对链儿。上马，挑。算了，这波兵不收了，收两个吧。那就不如都收了，兄弟们。哎，算了，不收了。哎，小收一收啊，回家了。移速250，对，这个英雄下马移速250。出一个匣子吧。一技能可以给个链儿。选定一名友军。谢谢自补。给他个链儿，炸链儿呀，链儿呢？哟呵，我炸，上马驾起飞，炸。是我下马炸，我想知道我 E 哪去了，我 E 呢，我的 E 呢，上马，我 E 呢，哎跳，哎我E呢，点燃，我E呢，这bug呀，我操，上马，那这bug这么大吗，这bug啊，别别别别别，
哎呀，我真，那叫什么来着？守护者，一得走过去晕人，一要在马上，在马上也没意义啊，是吧？我看看啊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这个 E 好像有点问题啊，这个 E。别看了，这就是 bug， 下马才有 E， 不可能。E 要两下。不对呀，快过来我看一看。不对呀，这E呀，不对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这是 bug 了吧？这是 bug 了，这E本来能用的，现在用不了。有距离，我现在距离是可以的吧？我可以晕人吧？我中间有人，我可以晕吧？对不对？我现在一没了，你看没了，我炸，我下马，你看还是没了，我按一就没了，就按一下就没了，你明白没？我炸，上马。这怎么回事的？干起来了！来来来来来，救一手救一手救一手！好，来炸，后点盐。哎 ，E 没用啊 ，E 呀、啊，上马，条炸，杀老头，漂亮！我开大，我的灯。E 是 bug 了，真是 bug 了，百分之百 bug 了。E 不是摁的，碰到对面自己触发，你净放屁。碰到对面自己触发，我看你像自己触发。那我碰一下这个蛤蟆，我让你看看它到底触不触发。等会儿啊，来来来来来，等会儿啊，我让你看看。触发了吗？搁哪呢？触发的，你跟我说一下子。触发呢？你看你像触发，我扎死他，炸，上马条。他就打你，他都不打我，飞喽！炸！这跑的这个慢呐、啊，来个钢铁烈阳之匣啊！他还有燃烧宝石了吗？啊，来个匣吧。不是碰着人晕，没有晕，就是 bug 了。我觉得，就怎么摁没反应这玩意儿呢？
哎，在敌方英雄中间释放，我都知道，我都试了，不好使。我给你瞪过来一个啊！呜！哎！上马！啊！可以解除绑定，眩晕之间所有敌人，但没有用啊！暗夜解除绑定，锁不了，那什么玩意儿呢？晕不了人。我有钢铁烈阳之匣，你吃我！我上马，挑飞。点炎，你看我暗翼没反应，看着吗？还哎，想炸弹扔我，那扔不着呢。上马，啊，这个就是 bug， 我都摁了都没有用都。来个水银鞋吧，先来个二速鞋，这跑得太慢了，这上马。我现在啊，试过了，敌人在中间，我绑定队友；敌人在中间不绑定队友，一开始绑定队友，一开始不绑定队友，我全都试了一遍，没有一个能晕住人的。我就暗意就是不好使，明没明白？就是不好使。先把塔拔了，起飞喽！炸！小老弟，你还敢回来？我是真是没想到啊！上马，空大了就空大了吧！哎呀，真是的。谁还没空几个大呢？钢铁烈阳之匣，你看啊，中间假如说这边有人，我给他放个 E， 看着没？不好使，走着没？跟我换了还行吧，这个确实感觉还是挺有用的。这个别墨迹了，行不行？这英雄就是没有意义，你能不能信我一回？能不能信我一回？能不能？这么难吗？就这么难？新一代吴亦凡出现了。
我给他们全蹬过来，兄弟。这波确实是不应该啊，这波确实有点狂妄了啊，有点狂妄了，这有点送了，其实这是，这是不应该的啊，这不应该。嗯，我寻我们跟女枪打一波配合，我一蹬，然后他一大，夸夸夸在里边洗澡，多爽啊！让对面爽了。可以打中文，给我杀的老头，我来了，个老头啊，扎秀多扎。那如果我们这个 E 用不了的话，我们那个 Q 回血也用不了。打个眼儿啊！E是加护甲魔抗的，不加呀。65、63，我给个E啊，76、7，加了，加护甲魔抗，那也行吧，那就E就放着吧，那就一直练着得了呗，那就。哎，给我瞪他！杀！起飞了！吸！范围有点小啊，这等会儿啊，我上马扎一下子，钢铁烈阳之匣。哎，我们是这是病友交流群啊，哎，凑合看吧，这英雄新出的每个不用也不会玩。哎，我来一下子扎，套点盐，我追不上他了啊，你来扎他一下子，上马。扎，哎，给他蹬一下子，给他坐一下。这 W 技能吸的有点长，我说实话。好，上马。哎，如果我放完 W， 我就一直我就这样。我记得这玩意儿怎么能马可以自己上来的？我就一直这样，我看能怎么样？我看我这马什么时候回来？这个马永远就不回来了。那我还是上马吧。呀，你往哪跑？扎一下子，死了，投降了呢？怎么？哎呀！